我正在想为什么琴凳是那样的，在钢琴前面，你用脚脚弹钢琴。对。哇、wow、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弹钢琴呢？我是19岁弹的钢琴。好，接下来看你精彩表演。我其实没有话要说，我觉得我想让观众听你说，你怎么能匪夷所思？我们用手学钢琴都学很多年。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，要么赶紧死，要么精彩的活着。没有人规定钢琴一定要用手弹。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包括我们三位评委在内，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，大家看看刘伟，听听他的音乐，我觉得生活中有任何的抱怨或者不满都应该没有了。你看看一个这样的年轻人是怎样啊能弹动钢琴，而且是打动人心。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放弃所有的对生活的抱怨，像你说的，精彩的活下去。谢谢你。你让我看到了达人中的达人，我觉得真正的达人是用生命在展示他的才华的，而不是一个秀什么东西这样。我很感动，我会让我的小孩看这一期你的这块节目。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妙的音乐和这么淡定的状态，谢谢。对于你这样的一位达人，你真的是一位达人 talented， 我们不应该用 yes 什么这样的词，我们应该这样表示，叫祝福你，谢谢你。谢谢。你通过了。在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，要么赶紧死，要么精彩的活着。Piano per Rita? Guling lo.
也许他也渴望拥抱，孩子脸上总有微笑，也许泪被大海洗掉，是不让人知道你我幸福多难熬，好或糟，曾经外表的苦熬，其实我想要抱你在逆流人潮，懂你每个泪和笑，从你故事中找到美妙宇宙一丝一毫，为他并非凑巧，我的手握好，或许很渺小，努力不会徒劳，他并非凑巧，我们握的手握好，我们就算多渺小，错的